马伊琍女儿拉丁舞冠军，田亮女儿世界季军，而她女儿拥有一座城堡，在最近几年那许多亲子节目很受欢迎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《爸爸去哪儿》这档综艺节目？当时这档综艺节目播出的时候，收视率就是非常的高，更是让许多观众见识到了不一样的明星以及新娃，更是被这些萌娃们圈粉。尤其是在第一季的《爸爸去哪儿》中，当这一期的《爸爸去哪儿》播出之后，更是打开了亲子类节目的大门。当然，这些萌娃们都很受人喜爱，可以说他们的家庭条件都是非常好的，当然孩子们的教育也是非常好。今天小编就带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明星家的孩子。